来世。给我看过了你这一次做的传染病研究报告，我觉得你有很多突破观点，我打算把这篇报告寄到日本的医学月刊发表。多谢你，陈主任。以前总督府设立了很多专门的医学研究部门，但是战后都关闭了，所以呢，我现在想在我们学校的医学研究部门里面设一个热带地区传染病防治所。我知道你是传染病科第一名毕业的，所以我想请你来我们学校做研究和授课。大英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陈主任啊，海英是一个做研究的人才，认真又务实。是是是。自从基隆医院成立之后啊，因为没有能力提供很好的研究环境，今天陈主任给海英这个机会，可以说是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多谢两位前辈这么看重我，这个工作可能超出我的能力，再说了，我现在也慢慢习惯了帮病人看病，所以能不能请陈主任，不知道可不可以把热带传染病的研究所设在基隆医院，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愿意一边研究一边把基隆医院全力做好。大英啊，你做研究一旦要是研究成功了，这个成就啊，是比你一辈子在医院里头替病人看病还要伟大。我知道，如果是以前的我，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子的机会，但是在战场上我看多，很多想法都变了，现在能够把握我最想把握的东西才是最重要。那我先去看一下台阶，等一下再跟您会合。陈主任，谢谢你。阿彪，啊，麻烦你把这个拿给我奥多桑。哦，他好吗？很好啊，他们还安排了床给他睡。这样的话，为什么还不让他回去？我听说 Kikuchi-san 已经被放回去了，他才是比较有问题的人，不是吗？谢子，这都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让他们知道Goko先生就是你的父亲。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在医院开幕那天，我看到我们的长官，他看你的表情好像要把你怎么样。你可以跟他说我是日本人啊，他们不是最讨厌日本人。哎呀，男人看到女人，他想要干嘛他才不管你是哪里人呢。不然这样好了，你暂时先别来，我每天去你们家拿便当送进去给沟口先生。阿彪，谢谢你。我很遗憾。遗憾？你是他哥哥都不知道啊。苏太杰在学校正式被接收复学的那一天，擅自集合日籍学生，要求他们不可以复学。后来很多的日本学生受到了影响，不敢回到学校上课。您的意思是？我也想息事宁人，给年轻人一个机会，但苏太杰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悔意，当天就办了退学手续离开学校。多久以前的事？自从学生复学的那一天，他就再没有来过了。
狗队，狗队，哎，上上上上。休息休息，你给给给给给给，もっと上から上から、妹妹阿杰，二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已经讲过了，我保证下学年会再考回去嘛。下学年你敢说我都不敢听了。当初你考上帝国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是请客放鞭炮，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儿子这么厉害。现在呢，两手空空待在家里，让隔壁邻居知道我们苏家，岂不是颜面扫地？早就知道你会这样说，面子最重要。我不想回来是二哥逼我回来的。你还敢顶嘴？妈妈不要，要当我来打，别生气。都是很想考，却考不进去。你跟哥说，你到底在想什么？要打就打，你不打我，妈又以为我们是一伙的。阿姐，你聪明，文章又写得好。二哥从以前就知道，将来一定在报纸或者书店里一定会看到你的文章。但是毕业证书是你给妈唯一的交代。哥，我问你，听妈妈的话，按走自己想走的路，哪一个比较重要？我读帝国大学，不只是为了妈妈的面子在赌。阿姐，妈一个女人，要维持一个家。是很辛苦的事，你知道吗？我们做儿子要孝顺，要孝就要顺。如果说要顺才叫做孝，那这个孝子我不要当了，留给你当好了。反正，在妈妈的心里，你做什么事情都对，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对。你就再好一点，我就这样了。
你去，我不要了，我要看啊，妈要让我跪到什么时候？她不叫我起来，我就不起来。 吓我一跳，台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从今天开始，我也在这里教书了。嗯，你怎么不上学了？被我妈妈逼的。走走走，咱们进去说。那你大学的课不用上了？我自动退学了。退学了？为什么呀？是因为你打架了，还是因为你作弊了？喂，我是朱台杰。 朱台杰怎么可以为这种小事被退学？你去外面说谁都不信，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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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你性格真是够张扬的。蒋雯，何燕，天哪，我怎么会在这里遇见你啊？太好了，你来这里干什么？工作啊。啊，你在这里当老师是吗？哎呀，太好了！哎，对对对，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台杰，这是何燕。 他姐姐叫何英，我们三个在学校的时候玩的特别特别好。你好，我叫苏台杰，也是这里的新老师。太好了，以后我们三个就是同事了。ユキコ、夏津先生、溝口さん、帰られたの？ 警察署の偉い方はユキコの御指名。私？彼らには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けど、看護婦をしているから参加できない。今日突然巡査さんたちが来てこれを流してくれた。これを。お父様。 彼らはまた、あなたには悪くないはなしだと。自分で考えて、私を言いつけするだけ。深く考えないで、踊りに行くだけって相手は警官さん。乱暴なことはしないでしょ。うん。では、先に行ってます。 朱先生，只看他吧，说，教えてください。小文，嗯，你说你一个女孩家没事去什么酒家呀？哎呀，妈，今天是医院院长的生日，医生们都答应了去给他祝寿的，而且这里的酒家就是吃饭和喝酒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你都已经称心如意当上教师了，哦，现在还想得寸进尺出去抛头露面啊？ 哎呀，妈，你每次就是这么点把戏，你不想让我出门，你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过来，坐下。妈，我知道了，我得赶紧。坐下。你要是不坐下，哪儿都别去了。嗯。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 你都这么大了，我真的不愿意说你。可有些事呢，你要想了才做，不能老是做了才想啊。你最近跟苏医生走得很近，我问都不用问，都知道你今天晚上去为了谁。哎呀，我为了谁呀我？小文，你跟苏医生不合适。你想想，你爸能在这儿待多久？部队半年一调，两年一转，咱们随时要走的。 到时候隔了片海，山长水远，你想能有什么结果？我知道你将来要嫁给谁，我也管不了。你想蹭到人家家里当媳妇儿，人家家里还不知道认不认呢。嗯，那我都答应好了，今天要过去吃饭，而且我就是吃个饭而已。
哎呀，好了好了，那如果要是别人不要我的话呢，我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陪你一辈子了吗？嗯，这可是你说的。好，听信完毕，走人。哎，还没说完呢，小文。小文，你怎么这么不听话？我一会儿告诉你爸啊。来一杯，来来，恭喜！哎呀，多谢多谢，这段时间啊，大家辛苦了。哎呀，特别是大英啊，是啊，来，敬大家一杯啊！干！今仔大英啊，特别跟周小姐带来了，说明啊。已经要做新娘啦！是啊是啊，恭喜苏先生啊！静源，嗯，请问你说什么？他是说，没什么了。没什么，你为什么脸红啊？钟小姐，你也是要做新娘的人啊？怎了？你两个呀、啊？哎，我还是在等您，你两个喜酒啊！来来来来来，干！哎，来来来来来，都干了啊！吃菜，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土长官让你留下。啊，那川先生，すいません、警官さん、私たちは来ています。这是我们长官的命令。哎，这点小事开什么枪啊？啊，把女孩子吓到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快，来来来来来，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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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太阴，怎么大妖吧？怎么了？我这叫以德报怨啊！请战败国的女人吃顿饭、喝杯酒，不行啊？他只有要留我一个人而已。长官，请他们喝酒。你可以请整团去吗？整团？这整团里面就他表现最好，所以我只想犒赏他。你们啰嗦什么？不要忘记了你们来的目的。啊，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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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官，放开他！长官，他必须要回家。回家？你是他什么人啊？他是我大嫂。大嫂？又蒙我！我才不相信呢！你骗谁呀，大嫂？长官，骚扰民女传出去真的不太好。滚！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讲话的余地吗？滚！土瑞，人家家人来了，咱们走吧。走什么走？跟你讲。给你脸不要脸是吧？你们这些人啊，奴化太深，我会记住你们的，盯死你们！行了，好了，咱们走吧。走。雪子，你没事吧？我没事。金然，不好意思啊，今天先这样。我送雪子回家。好，你好好照顾她啊，雪子啊，没事了，回家吧。嗯。没关系了，我可以自己回去。我去送他呀，快去啊！好。在这小岛上了，景星，咱们家小文那是大学毕业的，思想新，穿着作风都洋派，这儿的人这么古板守旧，哎，将来小文要下厨洗衣，这些样样都是问题啊。这倒是真的，不过苏家长辈也未必就这么古板守旧啊。要不这样，啊，找一天啊，请他们到咱们家来吃饭，先让大家见一面，啊。嗯，我听说他们家就剩一个母亲了。你说苏医生家是寡母？嗯。那就更不得了了。嗯，爸，我回来了。爸，你说那些败类也太不像话了吧？怎么了？你就说今天吃饭吧，吃饭就吃饭啊，拉着人家日本女孩子跳舞也就罢了，还要拉着人家一起去陪酒。有这事儿？啊。人家不愿意陪吧，他就开枪啊！这么危险啊！下回你别想我再让你出去了啊！哎呀，人家不是针对我，那伤到你怎么办？你们俩一天不拌嘴就活不下去，是吧？小文啊，刚才我跟你妈说了，找个机会请苏家的母亲到咱们家来吃顿便饭。开心了。哎，苏医生，
太英，哥果先生可以回去了。三口さん、行きましょ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待て、吴长官，多谢。不客气，有机会你们还是谢我们蒋师长。这个地方，也就我们师长才能说得动。走吧。请，请。我不要去。妈，你叫二哥去拒绝人家，人家会以为我们不懂礼数。你不是常常在说，说我们是书香世家，去哪里都要有礼数吗？礼数是一定要有的，不过要看是什么情况。男方和女方要见面，按照传统的礼数，当然是男方要先过去拜访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大。现在反而是女方发帖请我们过去吃饭，哼，大陆人的饭，我吃不习惯。哎呦妈，现在已经是民国，不是大政了，大家都在流行啊，自由恋爱，社交公开，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你的话真的很多哎。朋友是你二哥的，又不是你的，你二哥都没说话，你在啰嗦什么？哼。妈，那位蒋师长以前为了要救我，差点连官都当不了。对啊妈，那个蒋师长哦，是我们的恩人，没有他哦，现在在你身边的可能就只剩下我。阿姐，我乱说的啦，抱歉。太英啊，嗯，你也长大了，读那么多书，也出社会了，有些事你要自己考虑。那个女孩子，我不想批评，不过你把她跟学子比较一下，女孩子嫁过来是要持家的，要照顾全家大小，要伺候公婆和小叔，他哪一点可以跟学子比呀？妈，这样听起来好像不是要哥哥娶一个媳妇，是你自己想找一个可以使唤的人啊，这样不对吧？你真的很爱讲话。你不要忘记你现在在家里是什么身份，要不是你二哥保你，你早就被我赶出去了。时间要到了，我要去学校了。二哥，换衣服了，走了。太英啊，嗯，既然你说师长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也不好推辞。吃饭的事，你去安排时间吧。好。妈这样说，是答应了。是不是啊？答应是答应，但是我怕妈去了才是问题的开始。阿姐，还是很谢谢你刚才帮我说这么多好话。不用跟我道谢，我才应该跟你说谢谢。要是你不先提倡自由恋爱，那我将来要怎么办？等等，你说什么？哎，姐，哎，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哒哒啦哒哒哒。お父様、少し食べてください。
私が食べるのはもったいない。お父様、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少し食べてください。一口でもいいから。あの日どうやって日本を帰った夢を見た。日本へ帰った。そう、何もかもなくした私は間近にたたずみ、周りは知らない人ばかり。そうはならない。ユキコがいます。その優しさが私の心が痛むところだ。申し訳ない、負け添えにしてしまって。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って。偉大日本は何をしてきたんだ。他国を侵略して他人の土地を奪った。その次に今国民にはあった。お父様、少し食べましょう。考えすぎないで。溝口さんは帰ってきましたか？はい、部屋におります。元気そうですか？弱ってます。見舞いに来たんですか？あ、そうですか。どうぞ。奴らに何か気づかれたか？気づかれてたが、今私はここにいないでしょう。何か聞かれたか？そういえば、おかしなことに何もなかった。なかった？じゃあどうやって釈放された？私が何が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いや、そういう意味じゃ。ただ釈放されたみんなが誰かに尾行されてると言っている。そうですか。いずれバレるものはバレる。私もやった以上は覚悟しています。もうとした早川の仕事も全うするとかはできなかった。そう言わずに溝口さん、忠義を尽くすのは今も遅くない。いや、もう遅い、限界だ。とにかくだ、君だけでなく私たちも何とかこれを乗り越えよう。シナ政府は疑い出している。相当迫ってきてる。本当に何も言ってないんだな。私は信じてないですか？くびら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れは失礼した。なんせ疑い深い人間でね。じゃあ失礼します。溝口さんはかなり落ち込んでいます。しっかり面倒を見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ご安心ください。仲居はできませんのでこれで失礼いたします。你说这鬼子有鬼？哦，是，每天的行踪鬼鬼祟祟的，而且见他的人很多，我怀疑是个穿针引线的。继续盯着他。是。秦彪。哟，沟口是个怎么样的人啊？报告长官，沟口是总电力公司的总工程师，以往的记录完全没有问题。哼，收复初期电力恢复诸多不顺，沟口这帮人一定有问题。秦彪。哟，你跟沟口熟，就由你负责盯着他。
是。不过他这身子骨很弱啊，需要休养几天。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啊，去去去去去去。下去。哎，吃吧，啊，哎，随意随意，哎，来来来来，哎，别客气啊。妈，我帮你摘一些菜好不好？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啊，试试看，来。怎么回事？拉到了吗？不好意思啊，我妈她不吃辣。哦，不吃辣。这，那刘嫂，哎，你赶紧把不辣的菜放在苏太太面前。嗯，夫人，你吩咐每个菜都要辣呀。哦，对，那，你把菜拿到后面，把辣椒都挑一挑，看看厨房里还有什么，多做几个菜。哎，好。哎呀，你看你看，他不吃辣椒咱们也不知道啊。妈，我们来喝汤了吧？喝汤。对对对，喝汤，汤不辣啊。苏医生真是识货，这个是由金华火腿和老母鸡熬的。妈，蒋夫人说了，这汤就是那天蒋小姐拿到家里给我们的猪脚熬的。在这。我吃不惯猪脚。妈，二哥说你整晚都没吃，他要煮面给你吃。不用了，我气都气饱了。妈，不同地方的人本来生活习惯就不一样。我会不知道吗？别人腌的咸菜跟我们腌的也不同啊。我跟你说，那个师长的恩情虽然是要报答，不过那个千金大小姐，你最好离远一点。我要换衣服了。妈，孙文革命啊，也要十一次才会成功，你才第一次，加油啊！真的太远了。お父様、ただいま。お父様。子供のガツイン家だ。ズクワヤにある。Thank you.
过水一程，看繁华匆匆谢了春红，碧海云天孤帆远影，抬头雁过已无声，风一个又见雪一个，叶落无语徒伤心情，孤醉一厢一两梦不成，断肠人月下独Yeah.